现在是护士为患者做理疗。这个是一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，需要做移区，所以背面是三个电极板。现在是在放理疗的药包，这两个是肾区的药包。第三个是胰腺的药包。然后患者躺下，胰区再放一个药包，上下一共四个药包，电极板，用纸垫包裹身体，保暖，保暖也利于药物的吸收。好，盖上被子。下面是给患者开理疗机子，首先是背部的强度，这边是胰区的强度。OK，最后时间。调时间，50分钟。OK。